是在我们台中最大最大的 Live House， 我们方中，对，在那边帮忙我们的混音，还有我们的 PA 工作，对吧？我们冰茶，对，来，冰茶跟大家的非常厉害的自我介绍一下。喂，大家好，我是冰茶。可是我这上面不知道干嘛，为什么印一个晨晨，很奇怪，你知道吗？那你姓陈吗？我姓陈啊。你姓陈？对，我名字中也是有两个陈，但是我比较喜欢大家叫我冰茶，因为晨晨是我阿妈在叫。已经变成陈了，没办法了，下次好了。我阿妈叫我楚楚。纯纯，纯纯像个纯的，纯纯的。好，然后别人说我纯纯，不纯。是纯还是？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音乐，音乐的后面的制作台的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扛把子之一啊。好，那一样，以我们最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冰茶，掌声。OK， 没错，一个厉害的表演者，一定要有一个厉害的摄影机。还有一个厉害的一群伙伴来支撑着我们，没错，你释放着一个很肯定的眼神，但是你又撇掉了，没错，就是你们摄影社。来，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摄影社社长，社长大大上台跟我们讲个几句话。上来下来。来，社长大大，欢迎我们今天的成功，我们今天的厉害的影片，跟我们一些厉害的照片，这是由我们的摄影社一手包办啦。来，摄影社，来，摄影社，别激动，来，在我们舞台正中央，正中央。来，首先呢，先跟大家的自我介绍一下 ，Who are you？ 你是谁？你好，我是第二十三届光学摄影社社长。第二十三届的社长，掌声！这么厉害的头衔，我想我这辈子应该是当不到的啦。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摄影社，陆续之后会有怎么样的好玩的东西。好玩的活动跟大家介绍一下，拍照哦，拍照，对啊，当然拍照的活动。那我们有没有一些社课啊，还是说一些好玩的东西要推荐给我们的好朋友？社课吗？对，社课。社课上完了。好，上完了，所以我们这学期的社课都结束了。下学期会跟他们到工作室去体验。哦，厉害了！下学期我们会到工作室去实际的去玩一下，我们摄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是吧？好，有兴趣喜欢我们摄影社的伙伴，喜欢我们这个帅气的伙伴，还有底下的妹妹们，好，妹妹的后面讲的有点不太不礼貌。好了，没错，我们摄影社见啦。好，谢谢我们的摄影社社长，谢谢。好吧，我们这么厉害的舞台，这么厉害的音响设备，我们是跟谁帮忙？就是请他们来帮忙的，这个厉害的社团，大声的讲出来，他是谁？热音社，热音社，来，这个名词就应该掌声一下。是的，我们热音社呢，这一次他们自己有一些活动，所以无法在场的帮助我们的更多，所以我们在场的这些设备啊，我们的音响，还有我们这些重要的器材，全部都是由我们热音社来帮我们一手包办，任何的搭线，任何的所有器材都是他们帮我们做的啊。OK， 接下来我们上半场即将，已经结束，我可以有跟大家见一下啊。他们的活动啊，好、OK 的 ，OK 的，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热音社有什么样好玩的活动？热音社，那就要下礼拜也有一个圣诞玩，哎，不是玩，圣诞的惩罚，怪怪的，哎，你来讲好了。好，没错，麦克风要回到我身上啦。他们在18号，我们他们将举办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成果发表，加上我们的圣诞节的一些非常好玩的一些融合在内的一些活动在里面啦、啊。听说我们要什么样的打扮会有点不一样的惊喜？就穿着荧光色的衣服，还有跟圣诞节有关的衣服，都可以有一些惊喜。没错，就是打扮的 party party 哈、哦，美术系的经验的 ，bbbbb 哈，任你来当女王啊哦，来把我们身体打扮美术圣诞老公公，还有我们的荧光色的衣服，即将会有厉害的东西出现，是吧？没错，好啦，我
我们废话这么多，就是要谢谢以上的社团来帮助我们完成这次的活动啦。来，接下来呢，厉害了，我们演奏曲阿龙即将要来到我们的现场啦。